来到食堂的是一位老朋友，他是台湾第一位身障的民意代表，同时不遗余力地推动我们的社会的福利工作。徐忠雄先生和他的公子徐宜佑。我觉得是所谓的身心障碍者在社会上是被标记化，那种绘制你看又残又绘，那个绘制那个标记多伤人，然后我自主心好痛。所以我当就是民意代表之后呢，我把所谓残字绘制全部在我们国家的法里面结果一字都不能见得到。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到大看爸爸这样子拄的拐杖，传统的拐杖其实很多很多的不方便，我们把它变成可以这样收纳的功能以后，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会是生活一个非常大的质量的提升。年纪大的人他们出门有时候会有点困难，那我觉得说那为什么我诊所我不能设这种接送专车，你只要打电话来，我让你平安的出门，然后快乐的回家。这可可是爸爸他自己种的，自己种可可。你桌上我们还摆了一个东西啊，这是乌鱼子吧？是，这个是你做的？我做的，像蛋糕我都自己做。爸爸是 DIY 控制。对，从某一方面来说，我觉得他退下来以后变得更忙了。有没有什么事给你觉得给你们家人生活带来困扰？就是太多了蛋糕了。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在大园食堂，不只有好菜，更有好故事。看出来，我们今天欢迎的是一对父子档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俩看起来都好年轻，恭维一下爸爸，对不对？徐委员跟宇佑，我称呼你宇佑吗？还是你要有佑？我能叫他有佑，那还是你保留了，我就宇佑了，对对对。你现在不只是前立法委员，现在是总裁是吧？我是这样子，自我在开玩笑啦。一家公司再大再怎么大叫董事长嘛。两家以上都叫总裁，即使你公司这么小也叫总裁。那我是有两三家小的公司，一点都不小。但而且今天你带来的是从上山到下海都有，农渔业完全齐备。我先第一个啊，这是你带来的可可哦。我们大家一起享用，自己端，来，要端，你要不要？你看，奉茶来，你看这个，谢谢，儿子多孝顺。哎，那宇佑，那你讲一下这杯可可为什么今天要带到我们节目来？它的特别的是什么？这可可是爸爸他自己种的，自己种可可，从树上这样摘下来，剖开。发酵，然后烘焙。你们家是什么？想喝什么就要自己种。对，连菜都自己种，菜都自己种。我看到这边就有可可豆，这是不是？是，这是已经加工了。加工过。加工发酵完，我不会把它当成像可可饮品来研磨，要精磨。这像今天这个可可要从这样子。好浓啊！你的这个。哦，是，你可以感觉完全跟市面上完全不一样。你这货真价实，市面上一定有，是一定有江本求利嘛。你完全。但是这个东西我要变成这样的一个就是可可的这巧克力那个液态哦。我要磨72小时。所以你种了一片地可可树。也没有很大，才两分地啦。可可结出来是一个大大的。像火开之后才是里面这个，还不是这个样颜色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经过什么手续才能变成这个样子？这个一定要先发酵。发酵哦，发酵是最大的学问，很麻烦的地方。因为发酵前三天是厌氧，所以像厌氧的话，你要把它包装的非常好，然后温度要够，所以它发酵过程会产生热量，所以量不够还是热量没有办法到40几度。那如果像量不够的话，要给它盖棉被哦。那三天之后呢，它变吸氧，从厌氧变吸氧，你打刚刚给它拉，好，大概要7天。那7天完之后呢，你就拿去晒干，要去晒，晒到就是晒到整个那个水分几乎剩下不到5%，好，完了之后呢，就拿进来所谓的封培，好，封培再气皮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，我现在有很精美的杯子来装这个啊、哦，到这一步是经过多少天了已经？这个如果你看多少看，至少如果都不要停啊，都不要停嘛，哈，不要停的话，至少要半个月。半个月可以这样子啊？但是你今天吃的是已经处理过了，又处理过。我是说盐冻，我是可以生吃嘛？可以，这个是特别的。这个生吃我觉得就跟吃一般坚果一样，不过它味道很特别，
它不会像坚果那么感觉那么油脂，那么量那么高，感觉有一点可可味，一点都不甜，而且我感觉会上瘾。可以有人这样就当成就这样子零嘴，它有营养成分吗？哦，这本身就是健康食品。为什么你要去可可？其实我可可的，我会跟可可结缘，最主要是我自己把它自称为叫小人物做大梦。我业务家在屏东，他们家有种槟榔，我就岳母家有种槟榔。那小时候他弟弟就跟他外公讲说：“阿公，外公，你种这槟榔会害人呢，不要种哎。”哇，那真的教育成功。因为我们的刻板印象就知道槟榔好像跟口腔癌是有绝对相关的嘛。但是槟榔是很多农民他主要收入来源，然后养家活口的地方。那你说不要种，你要叫他种什么？好，所以我想了很多，包括过去有人也推动过把槟榔，把屏东的槟榔变成就是用苦茶油，但苦茶油它要到能够收成，大概花三年以上的时间。那三年你不可能空窗期嘛，我还刚刚讲本来不能一天不吃的话嘛，那什么东西可以才可以做无缝接轨？我答案就是可可，因为可可它也是三年开始可以收成。但是前三年到五年，它需要树荫，它刚好可以种在所谓槟榔树下，让它慢慢成长。嗯，它五年之后，它果实非常的成熟。所以你在推动把槟榔树转种可可树，是没错。然后把这个另外一种经济作物来取代它原来的。而且我觉得，如果可可的话，比槟榔它的收成一个。你现在你住的地方是在新社是吧？你现在丰原，你在不在丰原？那这个工作推动了，现在成绩怎么样呢？小人物现在只能圆自己的梦啊！但你至少你自己吃到了，我们有的吃啊。但是我是困难在哪里？困难还是在哪里？我在行政院服务的时候，我就是想把可可槟榔变可可变成屏东的特色农业。嗯，哦，他所以那时候农委会的水保局就开始有下去帮忙，到现在大概两三百公顷了。嗯，那你刚刚所说的困难在哪里？一个收购，你东西种完，你如果一万公顷下去，屏东有超过一万公顷的槟榔树，一万公顷都种可可花，我们卖给谁？那如果做成巧克力，啊，我就感觉说，我这样比喻好了，如果欧美人士来台湾，我们台湾的巧克力在做的怎么好，得到世界冠军，你想他们会来买吗？难，对，很难嘛。相对的，我们很多我们的同胞，我们的国人到国外去欧美地方去旅游的时候，他就是冲那个国家他才去买，就买巧克力回来送嘛。其实他没有得奖，他买回来送嘛。嗯，我想这是一个所谓文化元素在里面的东西嘛。那我现在请你的老三宇佑来告诉我，爸爸这个小人物做大梦的故事，你觉得爸爸的梦现在做到这边，推动了，识破到很多困难，你觉得这意义是什么？其实。越来越多的，确实我们看到外公原本是从外公的田开始种嘛，那两分地开始，那周围开始慢慢的有许多不同，其他的农民也都开始慢慢有加入，是成效一回事啦，但是至少有看到进展。这说明了爸爸的哪一方面为人？很会说服人吧？还做梦啊！我以为是好，我们知道第一眼特色。你桌上我们还摆了一个东西啊。这是乌鱼子吧？是，这个是你做的，我做的。然后你为什么要做乌鱼子？年纪大的人，他们出门有时候会有点困难。他如果要来看牙医，他的儿女一定要子女一定要请假。那我觉得说，那为什么我诊所我不能设这种接送专车？好，你只要打电话来，我让你平安的出门，然后快乐的回家。你的车队有几部啊？我们现在有两部，我是觉得特斯拉，我这相当科技，相当想说我对新的东西，你用特斯拉车子来载运病患。哎，你桌上我们还摆了一个东西啊，这是乌鱼子吧？是，这个是你做的，我做的。然后你为什么要做乌鱼子？这是今年开始在学着做的。乌鱼子有专门的水产业，你为什么要？就是过年嘛，过年前哈、我想说，但是过年的话上类啊，上面好送你一些东西。那乌鱼子好像是很不错的。对啊。那有一次我到王宫去嘛，然后去看那边刚好这路边摊有卖这个生的乌鱼的卵，就是一条一条这样子。
我们就买，我说哎、欸、这个，我太太就问说这個、可不可以做乌鱼子，他说这得起做乌鱼子呀，我就买回家，买回家之后我逛了比较走啊，我就赶快看 YouTube， 好 YouTube 什么都可以教你，所以你的你是大量生产吗？有一定的量哎、欸，多少量？我几十个应该有，几十个，我今年应该做了几十斤有。几十斤啊？有，应该不止，有应该不止。那爸爸拿着乌鱼子来干嘛？远远不止，就送礼。我先看一下，这个又要花多久时间做？哦，这个大概八天吧。八天？嗯，七八天。你还有适当的天候要晒啊？哦，对，这个最大的麻烦是要把它伺候得很好，然后烘干一下就好了。因为你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怕太阳太大。太阳太大，有时候会烧到怕胖一样，会晒坏了。所以有在中午的时候要收起来，但是在平常开始晒的时候，一小时要换一片。OK， 那你现在是可可树旁边又有一块空地做这个？没有嘛，我在屋顶就可以做了。好，在屋顶，好，在屋顶。我专长性有没有给行家尝过？所以你做的怎么样？我到目前为止吃过人都不敢说不好吃哎、欸。不敢说不好吃，说对了，气当真的，还是有看到事实。那里有你们有捧场吗？有啊。不过像我们过年朋友送朋友礼物，也都拿家里这个来送了。哦，现在你这样子了，对啊，嗯、哇，那你现在应该大家觉得这是徐志浩的这个五家传乌鱼子，那应该很抢手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又请到了我们的方小姐啊，她是名厨啊，然后也非常。他最擅长就是台湾式的料理，嗯，好，他也旅居国外，然后今天台湾。等一下你来介绍鉴定一下他做的怎么样，这个能处理吗？这是非常漂亮的乌鱼子，漂亮的市场上看不到，我很少看到这么肥这么厚的乌鱼子，而且它的色泽是非常均匀。哎，这个色泽为什么有差别？浑然天成啊，是挑还是你自己的？你的处理过程中，这应该是公屋的问题。公屋，因为我看 YouTube 我看得够。为什么会有黑的？这块，这个俗称叫做下破胆，哇！因为这个是所谓的野生的，因为野生它平常不像鱼温养的哦，下破胆，它平常就是有些饲料下去会搅动整个鱼池，所以它们习惯搅动。但野生的话，它平常就大海游，嗯，它被抓到的时候，它吓到的时候胆就破掉，就流到这里面去了。哦，所以是算是一种鉴别的，基本上迹象对不对？就是可以这样讲，因为我现在这是它的自然反应嘛。其实那怎么上面有没有记号看出是你生产的呢？你制作了不是生产的？我又来录音好了，然后 mark 一个徐在上面，如假包换。你要做，我这里加一个徐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请凯莉帮我们料理一下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这透过他的手艺应该是更棒的，对。所以你现在啊，看那你蛮忙的。你这个不是你的生活的全貌吧？你还是你这是兴趣还是靠这个要来经营了？没有啦，就是只是说闲不住啊、嗯。我看到什么东西我就有兴趣，觉得这好玩啊。以前都做人家做都假人做，然后我可以自己做做看。像蛋糕我都自己做，我做 cheesecake 我做的非常好。对，然后强迫大家吃，吃到大家都怕。爸爸是 DIY 控制。对，他自从公职下来以后，就开退伍，我们都说退伍，我们说退休。以后开始每一次我回家，大概两三个礼拜回家一次嘛，都会看到一些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。这次是 cheese cake， 然后下一次是可能是熟成牛排，然后下一次就有乌鱼子，然后那个腊肉也是自己腌的。其实爸爸以前对蛮多事情都。从小就看得出来，爸爸对很多事情都很有好奇心，或是喜欢自己亲手去做一些事情。嗯、那他从公职上退下来以后，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尝试他过去没有办法做的事情。然后，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，我觉得他退下来以后变得更忙了。嗯，对比以前更忙很多，但是他至少他做的事情都是他很开心、他喜欢的事情。你觉得给你们家人生活带来困扰了？就是太多了蛋糕了。太多，真的太多了。你有劝他停一下吗？劝不动。这又说明了爸爸个性上哪一点？停不下来，然后喜欢变化。哦，嗯，哇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所以这四年来，你还有在地方上还有一个事迹啊、哦，
听说你在新社这一带啊，也新社东社这一带，二线三线城市。OK，你有一个组织的一个叫做五星级的牙医专门送诊服务，说明一下是什么东西？是这样，我觉得很多人刻板印象哦，在二线三线城市，他们的一些医疗的品质就是应该这样子，而不应该是有一个相对水准。所以像说进入牙医诊所，大概就是进去一个候诊室，后面钉个木板啊，然后木板后面换个一条椅子就开始看诊。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现在还这样子吗？很多地方还是这样，很多地方还是这样子。所以说牙医过多，其实牙医根本不够，因为大部分的牙医都挤在都会地区。是。所以你也常常看到，就是说每个人要去看牙医，有时候一诊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是他可能对我们都会人没有想象到看牙医的困难啊。我们大家觉得随时一个电话就可能排到了这些，但是对那个医疗资源缺乏的地方，那是很痛苦的，很难很难。而且那个品质上是看力的，是看力的。那刚好就是我两个小朋友是做牙医嘛，所以我就鼓励他们回来这边设。那设的话呢，我觉得我必须要颠覆过去的传统印象，好，就是说我要把医疗品质，我把它整个往上提升，绝对。不要说赢过都会多少，但是我觉得要跟他能够匹配。那医疗差异性的话，除了说一般的设备以外，我觉得乡村的地区啊，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多。那年纪大的人他们出门有时候会有点困难。他如果要来看牙医，他的儿女一定要子女一定要请假。那我觉得说，那为什么我诊所我不能设一就是设这种接送专车，专门当做孝亲车？好，你只要打电话来，我让你平安的出门。然后快乐的回家，哇！那现在推动的情况怎么样？现在好像就是密约太多了哦，就是有时候有时候也有点困扰，但是这种易患难受的事情，绝对就是要继续维持。你的车队有几部啊？我们现在有两部，两部我们是就是备用。我是觉得特斯拉，我这相当科技，相当讲说我对新的东西哦，你用特斯拉车子来载运病患。哇！因为我觉得特斯拉有它的特色。那你们病患跟你讲，我今天牙不痛，你多载我绕几圈，有可能哦，有些人会哦。真的，我就会的，这个我不看了，你载我绕几圈吧，绕几圈。对，这种事情绝对会发生的，但是也 OK 啦。其实我在那边设牙医也是来自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啦，因为我当公司的某些，而且当民意代表。是啊，有时候公哦。人讲路见不平，路见路见不平会气死人嘛。所以有一次我到新社，然后到新社，我就在一个街上，我看到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广告，看板广告。然后我把它注意看，牙医广告。我说牙医哪在广告了？就把它注意看，原来不是地方，是来自太平的。啊，我就觉得你是在 Q 地方没人呀。然后我马上就 Google， 真的地方没有搬家。那我就叫他哥哥说，回来设。来开，因为这里没有牙医的服务嘛。他个个很高管啊，他跟我讲说，他给我看很多条件啊，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，结果我当然都不知道，因为那个设备之贵，都是顶级的数位牙科，基本上连都会地区都未必敢做的一种数位牙科，我都照单全收，所以他个个也没有理由，他就只有回来，所以当初就开下去。你等于你资助他一切的这个设备条件是。就是整个设备就是为了他回来做，就是诱惑嘛。OK， 他回来，你哥有没有生气？一开始啊，但后来发现好像比在都市生活还要舒服，比较轻松。那现实一点，收入面也没有比较少。所以两个儿子后来就都这样回来了。都，而且我现在的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诊所还是各开各的？分开，我现在好几家，因为戏圈都蛮大了。我觉得医生有个问题啊，因为他患得太专业主义，专业主义然后会见树不见林，那我们像这种在江湖混久的，在政界混久的，虽然眼光虽然没办法集中某地方，每天就分心在看很多事情哦，我们会见林啊，未必树没办法看得那么清楚，但整个林我们看得到。所以做你们家的小孩会不会有点累？我听起来好像你们的生活好像。跟着爸爸的问政一起走，对，玩透哦。有时候其实玩透哦，还在问政，他的要求很多啦，真的啊。他的要求跟不要说要求，应该说需求很多啊。所以就叫我们去跟他一起做那个做那个做这个做这个，你不做啊？这个哦。那我请问一下，那个
很多亲子都有这个问题，上一代的期待跟下一代的自主。嗯，那你们家里这些冲突都怎么解决？你还做腊肉对吧？这个最主要是那个香气，香气那个香料，这个辣味的原料是我岳母的秘方啊。腊肉他们基本上就是风干晒干而已，而我们是放进所谓低温的烘焙，所以这东西绝对安全卫生。那爸爸有没有还谈以前他的工作生活呢？有啊，很多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但他可能已经不是好汉了。很多亲子都有这个问题，上一代的期待跟下一代的自主。嗯，那你们家里这些冲突都怎么解决？其实如果真的说到底，爸爸蛮开明的。我们真的想要做，真的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不会阻止我们太多。听说你们家的小孩没有因为爸爸这个走上这个问政之路，你们对政治有兴趣没有一个？还好哎，真的还好。什么叫还好？我觉得其实看爸爸虽然，我说如鱼得水吧，但是其实也看得到他辛苦跟那个痛苦的地方，然后也有很多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承受这样的事情，那我不如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你说爸爸没有去干涉到你们，你们有没有曾经劝过爸爸早点去离开呢？没有。好，那这个是2016年还离开公职下来到现在，你觉得爸爸改变了什么？其实就像我最前面跟刚刚前面说的，我觉得他最大的差别其实他是更忙的，然后他做了更多。他虽然从公职上退下来，但其实他过去在做的事情，我们过去看到了一些叔叔伯伯的好朋友们也都还在。所以我老实说，老实话，我感觉不到太大的区别。所以那个鱼还在水里，鱼可能在不同的食堂了，就在不同的食堂换一个海，换了一个地方。那爸爸有没有还谈以前他的公职生活呢？哦，有啊，很多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但他可能已经不是好汉了。你对于父亲以前的公职生活，你觉得当然你讲用如鱼得水啊，但是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他哪一件事情？我觉得是卡奴吧。当年在推动在做卡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确实因为就讲最直接的例子，我身边许多同学的爸爸妈妈甚至有一些朋友自己就是卡奴了，那其实他们身上背的那些债务的压力造成很大的痛苦嘛。那爸爸推动这个东西，让他们可以很直接的我看到他们的他们生活变了，他们生活改善了，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印象真的蛮深刻的。你知道多辛苦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独斗前途，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赶快不让灾。所以爸爸是一个你看到爸爸有勇敢的一面。有。你觉得爸爸对你来讲，最骄傲的是什么？积极跟乐观吧。他遇到再大的挫折，那一看以前不论是在政治上面，或者说在家庭上面。从来没有看过爸爸放弃过任何事情。任何事情他都再怎么做都会拼命的给他想办法去完成。所以讲到乐观两个字，我觉得对很多人也许是一个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，可是对自己总裁来讲，那是一个需要磨练的事情，需要一个很正向来看待人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正向的这个乌鱼子也好了。哇，这道处理的你觉得感觉什么？当然这个我们第一次吃到做乌鱼子的人就在旁边，对不对？蛮紧张的。对，那块乌鱼子是真的是蛮肥大的。要花很多耐心跟注意它的火候去煎它。来，这个第一道你来尝尝看。你鉴定一下嘛。对对对，鉴定一下。你看我几说实话，我死了。对啊，在我面前，那我才能进步啊。对对对，虽然我自己觉得不错了。鉴定一下。怎么样？差别是什么？它很香。是它是因为它香，还是你做的香？要说明说清楚。
鱼子本身很香。因为外面的通常都会很咸。对，这没有，它是可以吃到那个鱼软的蛋香的香气。然后有回甘的感觉。哇，真的形容最好，所以这是行家的形容啊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还有腊肉来讲，那我们就尝一尝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尝一尝。等一下我们要请委员继续来告诉我们你更多现在忙碌的故事，还有最重要你的乐观。来，我要先吃一下刚刚他所，很好哎。我回家录音，让我想起来，这是真的最好的下酒菜。它真的很有鱼的鲜味。非常好，这不错，配口饭。我们刚刚看你介绍的可可啊，这是你种植的可可所做的。今天又有这两个是什么？这成品，就成品，成品。可可是叫做农产品，然后巧克力叫做成品。这两个巧克力有什么差别？这个是生巧克力，左边的生巧克力，这右边是全脂巧克力，就完全是由可可豆磨出来，然后塑形调味完塑形出来的。我其实不算，这个都可以拿到市场贩卖的，都可以拿上当贩的。一般市场上没有卖这个，这个东西是没有卖这个，没有卖这个。一般他们都是再把可可籽拿掉，然后去调味。哦，那我应该吃哪一个？我认为你能适合吃这个而已，但是这有点苦哦。你看我齿为法秃是吧？好，我就吃这个，就吃了行吗？那就吃这个。你可以生产多少量？还不到商业行销的那个规模的。也没有打算商业行销了，绝对够我朋友吃了。哇，这真的是纯巧克力啊！是，然后走地脚不？好。可以再多吃一口，多吃一口，是是是，多吃。然后我们刚刚吃到的，你做的乌鱼子，现在还有一道菜，你还做腊肉，是吧？我们也请我们今天的主厨方小姐刚刚利用时间处理了这个腊肉，你有什么评价？来告诉我们。这在炒的时候就很香了，基本上我是没有放任何。就是放调味料，我就是用米酒下去拌炒而已。它应该我们从市面上看到腊肉，这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是跟一般业界上的不一样，因为这个应该是那个总裁自己的独家秘方。因为它的香气啊，跟一般餐厅人家一闻可能会觉得哦，就是腊肉，而且有些人是怕这个味道，因为它太重了。可是我刚刚在煮的时候，委员的那个味道是我平常是没有闻过这样子的香气。恰到好处。刚才炒的时候，这整个味道香气四溢。反正你形容的，委员都不必再形容了。谢谢录音。谢谢。好，这个也要。同样谢谢，这个可以配饭吃。OK， 你的秘诀是什么？这个最主要是那个刚刚讲的那个香气，香气那个香料哦，这个辣味的原料是我岳母的秘方啊。岳母的秘方。岳母的秘方。非常好哎。有些腊肉地方同样的饭一个太咸，或者那个只是大肥肉，你这个肥瘦倒是真的很适中，你挑的肉挑得很好，做给自己吃啊，一定要吃好的。那你也是逢年过节做还是？这是逢年过节，而且跟乌鱼子一起送，送给亲朋好友。哇。这个是有学问的。一般腊肉他们基本上就是风干晒干而已，而我们是风干之后呢，我放进所谓低温的烘焙，我65度，因为65度会产生蛋白质的变化，就是像酥维的道理一样，所以这东西绝对安全卫生。我说，你看你现在已经有三个产品，不得了了。你的乌鱼子，你的腊肉，你的可可兼巧克力，不得了。但基本上，你现在真正在做的，造福很多人是你的辅具，就是我们讲的拐杖。我觉得你自己用的就是你们自己家生产的，是吧？我觉得是所谓的身心障碍者在社会上是被标记化的。我自己本身是深受其苦。社会看我的眼光不一样，以前很难听，就第一个就残废嘛，那个废字你看又残又废，那个废字那个标记多伤人，然后我自尊心好痛，所以我当就是民意代表之后呢，我第一个我就说正身之前必先正名，我把所谓残字
绘制，全部在我们国家的法里面，全部一字都不能见得到。你现在真正在做的，造福很多人是你的辅具，就是我们讲的拐杖。我觉得你自己用的就是你们自己家生产的，是吧？看你做的。它的，拿出来，我可以拿这个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好。哇，它那个。你这加了这个护垫啊？哦，这个是有问题，有需要的，因为像我们自己撑拐杖是放在这个地方嘛，它这个地方的这个支撑点，如果用那个 PU 发泡，如果太软的话，很容易裂掉，啊，太硬化又不舒服，所以我就特别去设计这样一个 cover， 让它上面有软垫，然后底下也不会裂掉，然后这软垫为了防水，我都用潜水衣布去做，就是外面下雨也不怕。所以那边你有带来，也是你们产品，对，是是是，谢谢委员。这个是我自己，对，就是我家里用的啦。这两者我拿一下，这两者的是一样的产品吗？还是有差别？这手杖，这手杖，这是拐杖，这是给老人家用的，哦，那种手杖嘛。手杖，对，拐杖，这个拐杖是那个身障者的，身障朋友用的那种拄在腋下的那种。我感觉这个是好轻盈，还应该算铝合金，铝合金。其实现在业界都叫我熊哥了。熊哥，在厂这生产产业就叫我熊哥 ，OK， 然后在医疗业就叫我西霸，好，就是这个同样也是我看他拿这个就不用不用按，直接拉出来就直接拉出来就已经固定了，对，什么直接拉，直接拉，大力拉，咔一声是固定的，百分之百准，没让，这个很好，你全身压上去断的就算我不负责 ，OK， 保证不会断的。所有家都是透明的。OK， 我看到是说这个跟你们的当初也有参与促成做这件事情吧？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到大看爸爸这样子拄的拐杖，传统的拐杖其实很多很多的不方便，像是他刚刚来说，他如果像是他以前上节目或是去餐厅坐飞机坐车，拐杖会被一定会被收到边边去。那其实对他们来说，拐杖就是他的脚。那这种东西被拿走的时候，其实是那种心理的尊严跟不安全感都会有很大的冲击。那像我们现在多了这样，我们把传统的拐杖，把它变成可以这样收纳的功能以后，那可以就算来坐车或是坐飞机的时候，就不会再被收走。你可以放在椅子下面或放在旁边。那其实对他们来说，会是生活一个非常大的质量的提升。所以尊严这两件事情，在您的一生里面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？我们相信它一定很重要，但是您自己的感受一定是很特别的。我觉得是所谓的身心障碍者在社会上是被标记化的，好，被标记化就是说你跟人家不一样，所以我当初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深受其苦，但是我从小到大我是到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才感觉到社会看我的眼光不一样。因为从大学之前我没有这样感觉，因为我从小人家就叫我俗称叫臭屁熊嘛。你还组过棒球队的？是是是，真的这样。我在大小去在跳水什么，大家都没有感兴趣，我是造句啊，我就是每天就是吼乒乒乓乓的到处在跑。但大学毕业之后去求职，才知道就是说社会看我的眼光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他们是给我一个标记，就是。他以前叫做拜咖，以前很难听，叫第一个叫残废嘛，那种废字，你看又残又废，那个废字那个标记多伤人，然后我自尊心好痛哦，然后到最后被拜咖，所以我当初去当就是民意代表之后呢，我第一个我就说正身之前必先正名，我把所谓残字废字全部在我们国家的法里面全部一字都不能见得到，所以我把它改成叫做身心障碍。从宪法到法律，当然行政命令必须尊重法律的一些授权立法，它不可能有这种东西。所以整个这个过程，我第一个就做到这种，我能做大概是刚开始做是大概就是。很多人，你看我们讲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无障碍环境现在在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大家自然的一个地方，但是以前是多困难。而且光讲这几个字，很多人还弄不清楚是在干嘛。你的工厂。对。那你觉得后来？我们台湾身障朋友的尊严在现在都找回来了吗？在法律上是绝对没问题的，但是我觉得这种社会化的过程，如果零到十分，我现在大概是打七分到八分了。嗯
哦，因为世代在交替，尤其像他们年轻世代，他们对身心障碍的尊重感，我觉得都一直在提升。但是老一辈，的人，他们也许嘴巴不敢讲，他们用同情的那种心理在看待身心障碍者，而不是说看成说他是我旁边的一份子那种心态，那还是有。但是我如果跟当初我刚开始的到现在，我觉得台湾社会的进步实在是，我应该是可以比这样的。从小爸爸服务处就在我们小学的隔壁嘛，那我们放学就去服务处坐着，那在那边写功课啊，或是玩游戏啊之类的，然后看着许多的民众这样子来往往，然后有需要帮忙的，而且大部分都是相对弱势，而且遇到很大困难的来寻求帮助。那渐渐的这件事情在我们眼里，其实我觉得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对我们来说都是应该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这不就是一个社会应该有的和谐吗？我曾经做个统计，我服务处，我19年的立法委员的生涯里面，我在服务的案件超过34000多件。好，但我绝大多数的服务案件都是弱势，非常弱势的一些民众，所以他们下课会到办公室去做，他们一定都看到，就是说我们在帮人家解决困难，因为没有困难不会找你的。我觉得这种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我觉得可能也是变成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价值跟习惯。他刚刚讲出的那个，很重要的，他在你身上看到的乐观，这一点是我相信任何一个父亲应该都是很骄傲的，看到让儿子看到自己可能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质。你刚刚提到的爸爸其实过去的生活是如鱼得水，爸爸是喜欢做服务的人，他喜欢去改变社会嘛，显然的。那这4年爸爸的心境，妈妈有观察什么吗？妈妈相对其实轻松很多，因为其实不免必须说，没有妈妈，爸爸在做公职的时候没有妈妈去努力，也没有爸爸，对，爸爸在台北打拼嘛，那妈妈地方的很多一些婚丧喜庆啊，他刚刚前面说他不去，为什么？妈妈去，不是他不去，是妈妈去。然后妈妈又很辛苦嘛，然后妈妈也比我气啊。对，然后帮爸爸去处理一些地方的事情，然后更辛苦的是，除此之外，小孩子的接送大部分是妈妈自己来，早上七点载我们去上学。然后接着就开始他一天的行程，然后放学再来接我们，有时候中午还会送个便当来，然后再接我们回家，然后要补习也会待到很晚才，然后再出来载我们回家。那其实妈妈对我们的照顾是真的也是非常无微不至。那妈妈有说最近这四年算是比较相对轻松了，喘口气啊，对，相对轻松了。所以其实爸爸在做的这些事情啊，巧克力啊，乌鱼子啊，腊肉啊，蛋糕，还有前面说的蛋糕嘛，有一半都是妈妈做的啦，不能说全部都是她做的啦，不，她是有参与。广义来讲，他们都是一起做。那你们有想过，这个鱼有一天还会再回到那个水里面去吗？回到原本的池塘吗？这得看他自己啦。你是赞成吗？爸爸要做什么事情，其实我不会反对。那他现在的生活其实是不到闲云野鹤，但是也是稍微悠闲，但是他过去在政治领域里面的时候，其实某方面来说他更有活力，所以我觉得有好有坏啦。所以总裁，你的决定是什么？我看到100多个人就为了这吃个免费的素食餐，就是改名大会中去改的，这社会上事实上我现在蛮担心，就是说没有集体目标，也没有个人目标。其实我现在过的我非常喜欢的日子，就非常任性。我想说说走就走，我想说，哎，今天我什么事情都忙完了，那我们出去外面玩。我就有办法，就在11点钟的时候，从我家就开着车，就跑到就是青青农场。他想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吧，应该这样说。所以总裁，你的决定是什么？还要先上菜，思考一下。哎，这道客家小炒，就刚才你刚刚讲的夫人的这个客家精神，对，也应该是你的最爱。其实我是客家人，你也是客家人，我不会讲客家话的客家人。试试看，我们这个猪肉应该不是来
来自你们家的牧场吧？不应该不是，那个太神奇了。如果我看你最近其实也有一些评论，还是社会上的发展，你还是非常的关心的，所以不由得让我们想到，就是你的鱼跟水这个故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？那这样形容了。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哪里定锚，我觉得生活是每天不断在走了。所以我不会排斥任何事情，只要我认为它有意义，我有兴趣，我就会做。你有看到时机来了吗？没有，没有看到。没有。我觉得我也讲不上来，我感觉就是说，我看到100多个人就为了这吃个免费的这种寿喜的这个一个寿喜餐，就是改名。大会中就感觉这社会上，事实上我现在蛮担心，就是说没有集体目标，也没有个人目标，那不更需要你吗？没那么伟大，我觉得政治人物都太有主导性了，太主导性就是说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你会死，哦，没有你，大概太阳明天不会从东边出来。但是你会愿意把自己放生在一个积极的角色，去告诉社会，有人是活得很有目标的。我现在说，现在这样做上这个节目，大概可以告诉社会说我活得好像还不错。你看到未来，如果我们看到您回到政坛，你有看到是从哪一个位置、哪一个出发点最有可能的？你是在暗示我？我没有暗示我，我只是问一个地图上的问题而已啊。我到现在地图上是哪一个点、啊？我想我现在还很清醒，我不会中计啊。没有，你有看到哪一个位置吧？哪个位置是比较能够出发的？好像没有想过耶，没想过，真的没想过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我限制很多了，我选择很多，我说我自己的生活选择很多，过去我的选择是被限制住了，日子都是被安排的话，我觉得就算你回到过去的这个公职生涯，你的做法也会完全不一样的，确实，对不对？这几年下来，我不是在外面看整个社会的状况，我是已经进到里面去，我感受它的温度，哦，各个人的温度，而不是说只是在拿个鼻来看，所以那温度会让你感觉不一样。我该怎么做？你一个政治人物该怎么做？我心的很凶，会比过去更，我们在讲靠后啊上面，但是也许会更贴切一点。不，我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事情下来，我们刚刚看到做的最多啊。家庭生活，你感到最满足的是什么？其实我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什么东西不满意，也不满足。我真的我从来没有，因为我的个性是不会，不管是好事是坏事，我从来不会把它当作理所当然。很多事情发生，你如果不满意就把它改变到你想办法改变到满意。如果真的是没有选择没有 option 的话，我们可以找另外的出路出来。这就是永远乐观嘛，永远有新方向。但是，所以有人就讲说我有致命性的乐观感。我现在我看不是致命，我觉得非常现在是非常有效的乐观的、啊。你看你家里的人天天回家两个星期都有新鲜事发生，多有意思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、所以你现在期待下面还有什么新鲜事发生？我很难预测，很难预测啊。但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对，我心态准备好了，出现什么都不奇怪。你看，他们都全力支持了，那做哪一条路都可以吧？对，爸爸做哪条路都对啊，对。其实我现在有时候他讲说，我把事情忙完之后，我过的我非常喜欢的日子，什么样的日子就非常任性。所以像说我跟我太太，我想说说走就走，哦，想说哎。今天我什么事情都忙完了，那我们出去外面玩，我就有办法就在11点钟的时候从我家就开着车，晚上11点，没有办法，白天，开着车就跑到就是清境农场，哦，清境农场之后呢，哎，这路好像在往前再继续走，我就到合欢山，合欢山就五岭合欢山，然后这路好像没有终止，还可以往前走，就大一点，哎，好像这离花莲不远了，我们就跑到花莲去，哦，就这样，我就很随性了，所以各位注意了。徐忠雄先生的车子从来没停过，他现在正准备往大陆要重新开始哦，看哪里都是非常乐观，带着信心跟勇气，公路级的路，还有一个非常团结的家庭，
那是真的。嗯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又怎么什么？最后什么跟爸爸又说的？嗯，少做一点东西。蛋糕真的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，现在想都还会怕。非常谢谢两位啊，谢谢，谢谢，也谢谢你带来的美食。好的，这个下次分一点好不好？没问题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这个真的好。